这个比较长的距离去吸收氢氧离子。这一个空气的导管，拿一个那个打火机来吧，放远一点。需要打火机。好，底下那个波的，我现在拨到12伏，6812伏，对不对？所以就算是最大的12伏来讲的话，你乘上现在，如果说是44安培的话，才48瓦/小时。嗯，那就知道耗能有多低。这样一分钟都要300cc。这个没有，这个还有300cc，还不到。这个它差不多了，这个差不多200多。200多。哎，比这个要少，这个比那个现在。你现在这个量哈，你现在看的这个量就是它产气的量。那边出来就是氢气吗？啊？那个就是氢气。不清楚，点了火才知道。不听不？有啊有啊。